他们说是食物所引起的。怎么可能？我们的食物都很新鲜啊。不是，那现在怎么办啊？送食材去化验啊。化验？化验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我赞成。可是这样会影响我们餐厅的声誉耶。你说影响，已经被影响了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怎么会有这么多记者啊？会把事情闹大了。负责人来了。你们是为了省钱才用过期的？人性化验结果。等一下，你们等一下。不好意思，你们闪光灯太闪了。那你们可以交代一下吗？对啊。那个，在事情还没有厘清之前呢，我们不会有任何回应。但是现在唯一能说的就是什么？什么？哎，趁现在，快！Uncle， 他们从哪里得到消息啊？你们看呐、啊，这家总餐厅真的声名大噪了啦！哦，这个啊，根本就是栽赃！我们餐厅怎么可能会用过期的食材呢？对呀、啊。等一下，这件事情我觉得最有嫌疑的人必啊，对不对？谁啊？可米沙兰莎，会是他们吗？没错，就是他们。可米，这些就是当天的食材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你这样讲好像已经就是可米的错一样。这是有可能的、啊、当天做料理的人是他，也许是他出了问题影响到我们餐厅呢。可是我也觉得是可米的错，如果是调味出了问题，孙经理吃第一口应该就会吐掉。可是他那天一直说哦好好吃哦，不明显他就不好吃呢，所以我觉得是食材出了问题。那我来检查一下好了。怎么样？这个有问题哦。这个鸭肝酱酸的。啊？酸的？三门莎，是你亲手做的吗？是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事实就摆在眼前，你还想狡辩哦？嗯。要知道真相，现在只有一个方法。什么方法？你们有听过包公审乌盆吗？我们就来一个包公审鸭肝，开庭！大胆犯妇，你为何蓄意下毒？大人，冤枉啊！冤枉？不是你，那还会是谁呢？是他。来人呐，把鸭肝呈上来。是。鸭肝，你为何毒害孙经理？是否真有此事？什么？不是你，那会是谁呢？是他。回来了。鸭肝到底有没有告诉你是谁干的？是我。这个责任我来扛。什么事？小妹子，你要走吗？这次的责任都在我身上，所以只有我走了，才不会影响餐厅顺利开幕的。很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照顾，跟你们在一起工作，
我真的很开心，谢谢你们。等一下，在爱情里的宝藏被我发现，你就是我寻找的稀世宝贝，你就不断的在蒸发我世界，连冰块与甜蜜都燃起火焰。太过心机不对，用力爱会碎，太过患难不对，我随你进火退。三妹子，这些对你实在太不公平了，我跟你一起走。等一下，沈明莎，不要走，我在厨房找到这个。什么？哦，上次我陪威尔去买监视器，然后那老板是我朋友，他就送了我一个，我就装在厨房啦。你把它装在厨房里？嗯，厨房连后门呢，这样比较安全。我发现里面录到一些东西。Tell me 为什么？为什么大家都？